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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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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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
或那摩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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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那摩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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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那。法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请放掌。欢迎各位莅临净土宗北北区中原念佛超荐法会。今天可说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一同念佛闻法。相信今日的法会，在念佛的声中，在弥陀的摄取之下，各信门中的祖先必然能够蒙佛摄受，往生极乐的故乡，乃至四生九有同归净土法门，八难三途共入弥陀愿海。适逢中原，若论超荐的方法，我们慈悲的导师上会下净法师曾经这么样的开示。师父说，世间超度的法门与方法林林总总，非常的多，但在这当中，就是以念佛全程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最为方便，也最为就近，也最为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念佛，不论出家在家，男众女众，有修行没有修行，是善是恶，只要以虔诚之心念佛，都能够感应道交。所以念佛超荐，或者念佛祈福、念佛消灾，以功德来说，最为直接，最为有效果。以目的而言，超生西方最为就近。所以今日的念佛超荐法会，全程皆以名号功德作为超荐功德，以名号功德作为总回向功德，希望以此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必使现身者安和利乐，已故者往生极乐。接下来跟各位说明今日的法会流程。今日的法会将于上午8:50开始，大众一同齐心念佛，于名号声中一同恭迎上道下乘法师慈悲开示。讲座的时间为上午的9:00-10:30。本次法会讲师上道下乘法师为十方圆通寺住持法师。
法师一心弘扬净土法门，广益十方众生，在此诚挚赞叹法师的悲心。法师上午的讲题为超神秘电磁波阿弥陀佛光明的南思摄取力量，届时敬请大众专心聆听。讲座圆满之后，大众将稍作休息，我们将于11点由净土宗僧团起见念佛超见仪轨。上午的法会将进行念佛超见仪轨的第一段开示文，并于12点圆满。随后大众将一同共享午斋，午斋过后下午的法会将于1:30开始，大众一同进行念佛超见仪轨2-5的开示文字。随后我们将于4:10继续聆听上道下乘法师的慈悲开示，整个法会将于下午5:40作为圆满。因此为使法会进行更加的殊胜，以下几点还请在座的法师莲友慈悲一同配合。第一点，今日的法会将由专业的摄影团队全程进行录制，所有的影像我们即将同步于净土宗 YouTube 频道，与全球莲友一同共享线上一同念佛闻法。因此请在座各位在法会进行之中不用全程录影，所有的影像我们都会及时同步于净土宗 YouTube 频道。因此为了维护法会坛场的庄严以及直播的顺利进行，请各位在法会进行当中请勿随意左右交谈或者起身走动，以免您的动静影响了法会的进行。此外，现在也请在座的法师莲友慈悲将您的手机拿出来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已经转为震动或者静音的模式，以免您的手机铃声或者讯息的通知声影响了法会的进行以及影像的录制。现在请在座的法师莲友慈悲，我们请将您的手机拿出来，我们再详细检查一次，看看是不是已经转为震动或者静音。如果在座的老菩萨们不会使用、不会调整，那也可以请场内的志工协助你进行设定，或者我们直接将手机关机也是可以的，还请您再一次慈悲确定。第二，今日的法会开放牌位填写，牌位的登记时间最后的时间将于下午1点，因此还请您，如果你想登记尚未登记的人，请你尽快至大厅牌位登记处进行最后的登记，以把握最后的时间。第三，法会进行当中，如果您需要前往进房，也就是化妆室的人，请您由双边的走道进行离开，中间的红地毯我们保持净空。进房的位置在墨学的左手边有一处，右手边有两处，大众可以分散使用。也在此提醒各位，使用进房时请礼让年长者。第四，各位的随身物品还请您放置于您的座椅下方，您的随身物品还请您放置于您的座椅下方，以免影响走道的出入。第五，因适逢夏季，夏季炎热而场内人数众多，因此如果您在法会进行当中有任何身体不舒服的情况，还请您及时跟场内的志工反映，
大会备有中西医专业的医疗团队，都可以及时为您服务。因此，倘若您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都请您及时向场内志工进行反映。在此也贴心的提醒各位，夏季炎热，还请多补充水分。第六，因今日场内人数众多，因此大会这次特别备有80位博爱座的座席，方便老菩萨们出入坛场方便，因此还请您跟随志工引导依序入座。以上六点还请各位慈悲配合，现在法会开始，大众请起立，请合掌。礼佛三问讯，大众请坐。正身端坐，闭目专心念佛，开怀畅念南无阿弥的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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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的昏。
慧心上人慈悲，各位法师慈悲，各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好，请放掌。首先非常感恩上人的慈悲，还有教团的发心，才能成就
今天这一场殊胜的法会，感恩我们净土宗所有发心的法师，还有超过300位的义工居士，以及现场你们每一位不畏着炎热天气前来闻法念佛的莲友。释迦牟尼佛他在《无量寿经》当中，他跟弥勒菩萨这么说，他说就算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你也要穿过这个大火前来听闻净土教法。为什么？因为这个教法值得我们牺牲一切去听闻它，因为这个教法可以让我们今生决定解脱生死，快速成佛。所以不畏整个银河系的大火也要来闻法。可是现在五浊恶世是末法时代，现在愿意听闻佛法的人很稀少，听演唱会的人很多。所以各位今天虽然不是穿过大火，你们穿过了30多度高温前来，也是非常稀有难得。各位都是人中最圣人，所以请以掌声赞叹你们自己。好，所以今天呢，不论你坐在哪一个位置啊，就算你在3楼的最角落，也请你放心，阿弥陀佛的光明决定摄取到你，你一样得到相同的功德与利益。那在开始讲之前，我们要介绍一位年轻人，因为他写的这一段话我很感动。他呢，他说我要让大家看到，年轻人不是只有会去追星听演唱会，我要让大家知道年轻人也会来追求全宇宙最光明璀璨可以了生死成佛的法会。所以我认为他就是我们最年轻追佛族的代表，非常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追佛族。今天你们都可以看到他，他身高189公分，他是正成九居士，我不知道他到了没有，我们掌声赞叹他。希望更多人来追佛，这个教法能够更普及，更多的众生可以听闻这个教法，今生就回家。好，那么我们首先问大家，各位都是专修念佛的人吗？非常的好，就是要你们这句答案。专修念佛的人拥有全法界全宇宙最珍贵光明的宝贝是什么？对，就是南无阿弥陀佛6字红名。所以今天等我们到齐之后，我们会有超过2000个人。那么2000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光明的宝贝，这个地方还不闪闪发光吗？这个地方还不光明吗？这个地方怎么可能不吉祥呢？所以今天这个地方就是最吉祥的地方。好，所以谢谢你们把宝贝带过来。那我们呢要告诉大家，阿弥陀佛的特色在十方诸佛当中，它的特色是光明名号摄化众生。所以我们今天上午的讲题是超神秘的电磁波，阿弥陀佛光明难思的摄取力量。因为这个光明非常的稀有难得，我们必须透过说明比较，我们大家才会从内心里真诚地感受到这份光明得来多么的不容易。那么我们先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他的光明有多炽盛，我们用对照组啊来做一个说明。大家都知道这个帝释天尊就是中国人最崇拜的玉皇大帝，他在法界里有一个东西很有名，叫帝王珠。
地网珠是什么呢？就是一颗一颗的天珠去串成的一个珠网。这个珠网的特色是什么？每一颗珠子都可以映现其余千万颗珠子的光影，等于一颗里面可以映现一千颗、一万颗、数万颗珠子的光影。这个还不稀奇，这只是第一重。那么这一颗里面假设有一千颗的光影，那么一千颗光影当中的每一颗的光影又可以互相投射，这叫第二重。然后重重无尽，就是每一颗重重无尽，每一颗重重无尽的光影彼此之间又互相辉映、互相照射。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殊胜的一个地网珠。可是告诉各位，这只不过是天界第二层天刀立天的光明，它上面还有26层天，一层天比一层天的光明炽盛。三界之外还有声闻缘觉阿罗汉的光明，在上面还有菩萨的光明，在网上还有十方诸佛的光明，最顶端才是阿弥陀佛最胜光明。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见阿弥陀佛的光明有多么的不可思议，我们人的脑袋想象不出来。那这个光明当中，它除了明亮之外，它有无量的功德，无量度众生的讯息，我们把它称之为南斯超南斯的一种神秘的电磁波。现在我们用一个真实的一个法师案例说明给大家听。这个法师呢是一个圣道法门的法师，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被他的常住啊派到德国，他们的有一个禅净中修禅净中心，去那个地方呢弘法。那他们那个时候呢是冬天，下了50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雪，非常冷。他们刚打完佛七，找到一天天气好的时候呢，这个法师就跟台湾来的一位留学生朋友呢，他们就沿着莱茵河乡间小道呢就一边走。这个时候因为刚打完佛七，所以呢法师就不知不觉的用他的手呢打木鱼，开始念起自由调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呢他这个朋友刚好也有参加佛七，所以很自然的两个人就一起念着佛号。念着念着发生了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这个朋友呢佛号停住了，这个法师呢相反的拼命拼命的涌出佛号。什么景象呢？因为莱茵河畔旁边呢全部是畜牧的场地，那个场地大到草地是一望无际的，你是看不到边际的。他们走路的旁边栅栏里面是蓄养牛只的，这个时候他们发现这个栅栏里有超过100只的牛，突然间转头向他们奔跑而来。连在最远方原本低着头在吃草一头母牛，旁边有一头小牛，他们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抬头望向了远方的天空，望了一会儿之后呢也同样的回头跟100多只牛奔向他而来。那这个法师呢他非常的惊吓，他说我在脑海里迅速的想一下我读过的经典有没有描述这种场景的，当然他脑袋一片空白，他就说我只能拼了命继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这些牛呢蜂拥而来，来到他的面前，他们非常有次序的让出一条路给一头最壮最大的牛王走到他的面前来。这个时候法师惊吓过度忘记了来到他面前的是一头牛，竟然用人的话跟他说 你要做什么。好，然后呢这时候旁边的这个朋友提醒他赶快给他皈依赶快给他皈依。这个法师呢如梦初醒就开始给他们三皈依，三皈依之后呢还对
他们讲了一个简单的开示啊，例如说哈啊，很抱歉呢、啊，我不能给你们一一有法名发皈依证啊，哦啊，祝福你们呢早日脱离畜生道，将来呢你们也要护持佛法哦。然后你们现在啊要尽本分，做一只快快乐乐的牛，把今生的功课圆满了，那将来呢一定有善缘好运。他就是很一般的这个开示。这个法师在开示的时候呢，这些牛呢是不动的，像听得懂的。等他开示完了啊，这些牛才散啊，才又各自到自己位置上去吃草等等。这个法师呢他很讶异，他没有遇过，他不知道怎么了。他的问题我也综合整理，第一个他说，为什么他们听得到我们念佛的声音，这么大的场地我们两个人小声的念，他们怎么听得到？还有他们是德国的牛，我是中国的人，为什么我的话他们听得懂？还有到底他们接收到什么讯息，这么迅雷不这样不及掩耳的来到我面前？好，那我相信呢各位你们一定知道答案嘛。你知道他们念佛的时候一定有光明，光明当中就有阿弥陀佛最神秘你难以想象的电磁波，这些十方众生乃至于他只是一头牛，他接收得到。因为佛的光明不是我们想象得到，经典不是说吗，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你这些光明放出来，不管任何哪一道的众生都可以知道，这就是阿弥陀佛要救度我的讯息。所以他们狂奔而来，当然希望求得救度。只是有点可惜，这是一位圣道法门的法师，如果当时是慧净上人在现场啊，他一定会跟他们说一心念佛求生西方，那么这100多头牛在当生可能就真的直接往生极乐。可是呢虽然有点遗憾呢，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听到这个佛号的善根呢、啊，就足以种下了未来解脱的因，未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的因。所以呢，用这个例子，我们来证明阿弥陀佛的光明有难思的电磁波。我相信，就如同具体的100多头牛汇聚而来的景象，这个佛号一举，光明一照射，十方有缘众生就会跟这100多头牛一样全部奔赴而来。所以相信今天现场一定有无量无数十方有缘众生，因为你们的念佛声，因为佛号中的光明奔赴而来，一定因为这个光明而可以往生极乐。所以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中原念佛超荐法会，我们今天是要欢送无量无数有缘众生往生西方成佛的欢送大会，对不对？好，所以呢等一下念佛要认真一点哈，要专心大声的念，会有很多众生需要这份光明哈。好，我们讲到光明，现在我们分三种光明来说，因为透过对比我们才会珍惜阿弥陀佛的光明。一个是人间一般的光明，一个是十方诸佛的光明，一个是阿弥陀佛的光明。好，我们先来讲人间的光。人间的光呢，我们这个科学已经研究出来了，这个光呢就是一种电磁波，它可以在真空里面传递。现在人类的天文物理天文这个仪器可以侦测到的，可以分析到的光谱有伽马光、X 光、紫外线、可见光、红外线、微波，还有无线电波等等。那么这么多侦测出来的光里面，我们人类只能看到波长400到700纳米之间的可见光，也就是说，就算人类已经可以侦测分析出来的光，我们的眼睛也只能看到可见光，连你最熟悉的紫外线、红外线，你都看不了。所以人类的眼睛是凡眼，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你怎么会看得到？因为凡眼受限制，我们不是凡眼受限制，我们的耳朵也受限制。科学也印证，我们耳朵可以接收到的声波是多少？只有20到20000赫兹之间的声波，人类耳朵听得到。那很多的动物比我们高明，像有些犬类，它还可以听到45000赫兹的声波。
这里是要说明什么？科学证明了什么？凡夫的有限，我们就是凡也，我们就是凡耳，我们就是凡心。所以你念佛的时候毫无感觉，你说我看不到，我都没感觉啊，这就正确的，你就是人嘛，你就是凡眼凡耳凡心，你要感觉什么，你要看到什么。但是看不到 不证明它不存在，就如同人类已经分析出来的光你也看不到啊，但是你为什么要相信呢？你为了防紫外线，你还要去穿一些抗 UV 的衣服，你为了相信红外线，你还要去用红外线的治疗仪器。那么阿弥陀佛的光明你一样看不到，你为什么不相信它就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凡夫就是如此，人间一般的光明我们能看的都这么少，更不要讲阿弥陀佛的光明。阿弥陀佛的光明是真如实相的，是有为的东西测不出来的。所以你人类科学在发展，你 AI 在厉害，种种在发展，仪器在进步，你也测不出阿弥陀佛的光明。这种整个法界无相的光明你怎么测？所以呢，我们必定是看不到感受不到，可是要相信阿弥陀佛的光明真实的存在。接着我们来讲十方诸佛的光明。诸佛的光明我们讲三大点。第一大点，诸佛的光明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放光的，他都是为了摄取众生到他要讲经的法会海会来而放光摄取的，包括我们熟悉的华严经海会、法华经海会、地藏经海会等等，所有的诸佛放光都是为了摄取有缘的众生前来。问题是跟阿弥陀佛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要蒙十方诸佛光明摄取门槛很高，有两个必备的条件，你必须与这尊佛有因缘，你必须善根具足到他所讲的经法你能真实的了解，你堪受这个教法，你才能够被佛的光明摄取到当时讲经的法会，否则你就没有因缘。不像阿弥陀佛没有给我们设门槛，只要你念佛他当下现在你面前光明当下摄取，十方诸佛的光明是不容易接受到的。我们现在来说明，因为光明代表的是什么？是佛的功德，佛的本体。因为是本体，你们知道佛的本体就是佛性，就是遍整个法界的，所以诸佛的光明都一样，遍法界无碍，光明是整个法界，所以它是实相的，所以不可知不可测不可量不可视，人类是没有办法感受到，除非特殊的一个因缘。那么诸佛的光明由于是实相，它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它可以摄取过去现在未来所有有缘的众生。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被未来摄取的就是智者大师，他在送法华经送到药王菩萨本世品的时候，他善根因缘成熟，蒙释迦牟尼佛放光摄取，进入到法华经的海会，所以他看到了释迦牟尼佛在灵山说法这一会俨然未散，因为他被释迦牟尼佛的光明从未来摄取到那里。过去现在未来是因应众生讲的，在佛那里是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分别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说诸佛的光明从以前到未来不断的也在放光，也在摄取有缘的众生。那么佛的光明有多炽盛，我们用一个譬喻经当中的比喻大家可以很明白。这个比喻呢叫做阿育王信佛因缘。阿育王呢是释迦牟尼佛圆寂之后100年，他这个在人间的一位国王。那我们都知道他后来非常的护持佛法，还甚至为了这个佛的设立造了84000塔等等，但是他刚开始并不信佛。这一段故事就是讲他信佛的因缘。当时呢这个阿育王统治的国王呢国土当中很多的人民呢非常信仰佛陀，而且经常学习读诵
佛陀遗留下来的典籍。可是这阿育王就很不以为然啊，他不信嘛，所以他就找一个大臣过来问，这释迦牟尼佛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能耐啊？有人看过他吗？哎，这个大臣说，哎，报告国王，有的。当时呢，波斯匿王的一个妹妹啊，她跟着释迦牟尼佛去出家做比丘尼，她年纪很老迈了，但是呢，她看过佛陀，所以阿育王呢，为了好奇啊，他就前往拜访这个比丘尼。他一见面就问他说，请问修行人，你真的见过佛陀吗？这个比丘尼说，我见过的。然后阿育王问他，这佛陀有什么异于常人特殊的地方啊？哦，这比丘尼非常恭敬，他说，佛陀功德啊，巍巍难量啊，哪里是我这个卑贱的人所能够陈述的。但是国王，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说呢，他在他8岁那一年，佛陀当时有进入到这个波斯匿王的王宫，他呢在王宫，所以他就去顶礼佛陀世尊嘛。那顶礼的时候，他是个公主啊，所以他头上插了一只那个金钗啊，这个金钗呢就掉在地上了，掉在地上，他顶礼完起来呢，他要找这个金钗呢，怎么找都找不到了。然后呢，他就看着佛陀走过去，他说佛陀走过去的足迹哦，好，足迹现出来的就是千佛轮像，而且千佛轮像上面是放光的，这是佛的功德啊，放光呢放了7天，7天以后呢，这个光才消失。等这个光一消失啊，哎，这个公主发现，哎，她金钗就在地上啊，那为什么当时找不到？因为释迦牟尼佛足迹的光明掩盖了这一只金钗的光明，所以在释迦牟尼佛的光明之中，这一只金钗就隐而不现，就看不见了。那阿育王一听这个比丘尼这么讲，可能善根成熟，他就很欢喜很高兴啊，于是呢他就开始信佛了，这启发他的信佛因缘。这里我们也要讲，是释迦牟尼佛的光明超越了百年，在百年之后摄取了未来的阿育王信佛。虽然阿育王不是直接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光明，但是透过比丘尼的阐述，他相信了释迦牟尼佛的光明，是不是等同于被释迦牟尼佛光明摄取？是不是这样？哎，你们要回应一下啊！好，那所以我们说佛的光明是可以摄取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众生，那从这个光明里我们可以可见十方诸佛光明都如此，更何况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那阿弥陀佛的光明呢？十方诸佛的光明在阿弥陀佛光明里面也是隐而不现的，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到这个教法，能念这一句佛，能被阿弥陀佛光明摄取，是何等何等的不容易，千万一定要珍惜哈。好，再来我们讲诸佛的光明，照理讲诸佛光明呢，它功德相同嘛，威神力相同，这很多人常常用一句话来问难我们，哎，不是佛佛道同吗？为什么你说这个阿弥陀佛呢，是最尊第一？这里呢还好，《大阿弥陀经》经文给我们作证，他说呢，我把经文意思讲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每一尊佛威神相同，功德相同，但是每一尊佛他们在成佛之前修菩萨行的时候所发的愿力，所发的誓愿大小不同，所修的功德大小不同，所以他成佛之后他的光明就有大小不同，这完全符合因果嘛，如是因如是果。所以阿弥陀佛他在当时发了超胜愿，超胜十方诸佛，那当然他成佛之后他 得的佛果光明就超胜十方诸佛。那佛的光明呢还有一个会有不同，会因应众生的根基而有不同。怎么讲呢？如果今天是普贤菩萨，他看到释迦牟尼佛的光明，那就是炽盛无比啊，光明遍照法界。
但是释迦牟尼佛为了我们跳进五浊恶世示现成佛，为了我们这些根基很差的凡夫来这里示现成佛，配合我们所见有限，我们刚才说我们是凡眼，我们所见有限，所以他示现的是什么？丈六高的身体而已。他示现的佛光只有七尺而已，七尺的一个光圈看起来很小，不是他的光原本这么小，是因为因应众生的根基，因为我们业力凡夫所见有限，所以他示现就是这么小。所以诸佛的光明会因为他因中的誓愿不同，或者是因为众生的根器不同，而光明大小会有不同。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诸佛光明，你要蒙诸佛光明摄取，我刚才说了门槛很高，门槛很高呢，就是要具足因缘跟善根两个条件，你差一个都不行。那我们来讲一下什么叫做因缘，就是你跟这一尊佛有缘，过去生中这尊佛教化过你，摄受过你，或者是你跟这尊佛一起修行过，或者你有跟他结缘过，这叫有缘。善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尊佛现在要说这部经法的时候，你的善根足以了解这部经的经法，你可以深入法义，那么你的善根就有资格被摄取到这一场讲经的海会来。我们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啊，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呢，什么叫做跟佛有缘。这是一个唐朝法师的一个故事啊。这个唐朝的法师呢，他叫法上法师。他在出家之前呢，他是一个猎人，打猎的人。有一天呢，他去打猎的时候啊，他就发现，哎，树林里呢，怎么有一个地方在放光？他呢，往前一看，没有什么特别的，就一段大概一尺多长的朽木哦，朽烂的木头在放光。他也不以为意，他就走了。走了呢，又走了一段距离，再回头看，哎呦，还在放光啊！然后他就走回去呢，把这一根木头呢，把它放在树枝上面，然后他就继续骑着马去打猎了。这时候他遇到了一只老虎啊，原本他占上风，他猎人嘛，结果没想到他的弓弦呐、要射老虎的这个弓弦呢断掉了，他就慌了，他没有武器了嘛，变成他要逃跑被老虎追了。他一逃跑呢，没想到他骑的这一匹马呢又跌倒了，他就摔在地上，四脚朝天，他非常恐怖了，因为这个时候可能老虎就会把他吃掉了。就在危急万分的时候，他看到了一个很丑陋的出家人出面替他呢把这只老虎给赶跑了。他就问这个出家人，你是谁呀？他说啊，我啊就是你剪掉了那一段放光的朽木，我是地藏王菩萨。他说因为你的曾祖父曾经在现在放光这个地方盖过一间佛寺，也曾经塑过我的金身，但是呢到了今天呢佛寺也毁坏了，那我的金身也没有了，只剩了这一段的朽木。因为你是他的曾孙，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光明。我们再讲一次哈，因为你是他的曾孙，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光明。这里解释一下，假设不是他，一样这一段朽木在地上，很多人经过可能看不到这段光明，因为无缘呐，没有因缘。那他的因缘就是因为这样来。那这个猎人呢，他因为经过这个事情以后呢，就不再打猎，他就出家了，而且呢，他就在原地呢盖了佛寺，他也开始修行，一直到他78岁的那一年呢，他呢跟他的徒众说啊，他说呢，地藏王菩萨呢来到我的房间里，他跟我说呢，我如果现在即刻舍报的话，我可以升到刀立天，好，就是玉皇大帝那一层天，第二层天呐、然后他说我跟地藏菩萨说，天上都是五欲的境界啊，我到了天上只知道享乐啊，
我会忘记我的菩提心啊。如果我到了天上，我要再遇到佛，恐怕很难了、啊。他说我不要往生道到立天，我要求生极乐世界。这个时候呢，地藏菩萨呢就跟他说，好，随你所愿，可是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呢，你要一日一夜念佛，你才可以往生。那这个法上法师呢，地藏菩萨跟他讲完之后，他就专注的念佛，念了一天一夜之后，他就在一天一夜之后安详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这个案例呢，除了可以说明你要见到佛菩萨的光明，你要有因缘，你要有善根之外，这里地藏菩萨也给我们做了一个印证，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是要念佛，念佛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唯一的正定之业。所以所有十方诸佛、十方的菩萨都来护持念佛的人，都希望所有的众生能早日往生西方成佛，这里也是一个证明。那我们来讲讲诸佛的光明，他，我讲三个部分，一个他是多么殊胜，一个他被摄取的条件有多么高。我们先讲诸佛的光明有多么殊胜，用这样来凸显出阿弥陀佛光明的殊胜。我们从经典里，我截取了《华严经》《法华经》《悲华经》《地藏经》，因为这个呢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这个像《华严经》里面，这毗卢遮那佛放的光明是怎么样？当然，他的光明遍照十方世界。最主要，他的光明里面可以看到三世诸佛所有的神通变化，你都可以在光明里面看到。那像《法华经》，《法华经》的光明是很有名的，因为释迦牟尼佛要讲《法华经》之前，他从眉间的白毫向光，向着东方世界18000个东方世界放光。这个世界里每一个世界，从阿鼻地狱到第28层天，非非想触天，就是整个三界里面所有一切景象里面的诸佛菩萨修行人乃至众生，所有一切景象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18000个世界都是这样，所以他这个光明很殊胜。当时弥勒菩萨才会去请教文殊菩萨说，今天佛陀世尊为什么放这么殊胜的光明？文殊菩萨因为过去看过日月灯明佛放一模一样的光明，所以他知道释迦牟尼佛要讲法华经了，他就跟弥勒菩萨说，我看过这个光，这表示释迦牟尼佛要开始说法华经了。所以像法华经释迦牟尼佛放的这个光也非常的不可思议。还有像悲华经里这个莲华尊佛放的光是什么？深毛孔光，它每一个毛孔都放出光明，它的形容是60亿那由他无量光明。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都是无量的意思，每一个毛孔都放光。像这种每一个毛孔都放光的，在华严经里不可胜数的记载，也就是诸佛光明如此不可思议。那地藏经我们很熟，地藏经讲释迦牟尼佛放光的地方不止一处，至少有2处，一开始要讲经还有第6卷都讲放光，放的是什么？无量百千万亿大光明云，就是不可思议的光。所以我们从这里知道诸佛的光明是何等的稀有难得，是不可思议的。那么更不要讲佛中之王、光中极尊的阿弥陀佛，他的光明那更难以形容。阿弥陀佛的光明当中包含十方三世诸佛的光明，我刚才说的释迦牟尼佛放的光明、莲花尊佛放的光明、毗卢遮那佛放的光明，在阿弥陀佛的光明里面通通都有，不止通通都有，还更殊胜、更超越。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人类有限的脑容量想象得到。以前我诵华严经根本有看没有懂，因为你看文字是这样，你根本想也想不出来，你难以体会佛的境界。那所以我们净土法门，你要去真正深入了解佛的光明那是不可能，你只能相信，你只能相信经典祖证还有各个案例
告诉你，你要相信阿弥陀佛放的光明不可思议，摄取你，保护你，一直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是说诸佛的光明来凸显阿弥陀佛的光明。那最主要呢，我们呢要来讲摄取的因缘。摄取的因缘门槛有多高呢？我们说要具足善根跟因缘哈，像这个你一听就知道南无希望啊，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境界哈。像华严经的因缘，这些华严海会，你们知道是41阶位法身大士才有资格进入华严海会吗？哈，哎，各位菩萨，你们在修圣主法门之前，应该参加过法会了。不是海会哈，你把雄贵华严经参加过华严法会，可是你没有资格进入华严海会哦。华严海会的资格很高，这一些进入的都是毗卢遮那佛在过去的时候修菩萨行的时候，已经用四摄法摄受过他们了，已经带着他们种善根，而且善根已经成熟了。他们现在的善根，如果参与这个海会的菩萨，他们的善根是诸波罗蜜都已经修圆满了。这些菩萨，那就算当中我们名称叫做执金刚神，名称是神，他不是神，他也是40阶位法身大士。他是怎么样？从过去生以来常亲近供养佛，他发愿有佛化身的地方我一定前往，有佛住的地方我一定护持守护，我一定不断的供养佛。所以在华严经里看到最多的是清净如来随逐不舍，广心供养，成就愿力广心供养等等，这是你要进入华严海会的门槛。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次诵完华严经，我非常震慑啊，震慑于什么呢？这些大菩萨已经修到这样的一个高度境界，竟然如此的供养佛，我一个小凡夫，我怎么可以不供养佛？所以我当时就做了一个有点幼稚又真诚的事情，我当时手上只有两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人家送我的一条琥珀的手珠，一条玉的手珠，我平生就只有这两个最有价值的东西。我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个眼镜盒，因为我也没有礼盒，包了一块布拿去供养我的师父，因为我想我要效法一下这些菩萨如此的供养佛，我也理当把师父当成佛一样的供养。但是当然现在知道了，这个诸供养中什么为罪呀？各位，法供养为罪，对不对？好，法供养当中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为罪。为什么？因为你任何的言语任何的供养都抵不过实相的功德。你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是实相的功德，是真实的功德，是真正的供养。所以现在你要供养十方如来，最好的供养你就是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华严经的门槛，那像法华经也很雷同，他这样描述，能够进入法华经海会的是这些众生世世以来已经常受释迦牟尼佛的教化，然后呢他们在对于过去诸佛尊重恭敬种诸善根，然后这个众生一看到释迦牟尼佛身体，一听到释迦牟尼佛说法，马上信受，可以入如来会。入如来会是什么呢？就是例如说佛陀讲法华经，他们能真实的理解法华经的义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是看文字，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理解法华经的义理。历史上有名的就智者大师一个人，他有资格说他可以真实理解法华经义理，我们其他人没有资格。所以你要进入法华经的海会，它的门槛是这么高。那悲华经的海会呢，有一尊莲华尊佛，这个我们描述一下那个场景、那个海会呢菩萨多少？440万，很多、那佛在讲经的时候呢，其中突然间一万尊菩萨呢突然间面向着东南方合掌，口称南无莲华尊佛。那其他439万尊菩萨呢就有点不飒飒，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尊佛啊，所以就有菩萨呢来问佛讲经的佛说，为什么这一万尊菩萨呢会面向着东南方这么口称佛？
所以佛陀才说，因为现在东南方有一尊莲华尊佛，他刚成佛，他示现了无量的神变，放出了光明，这一万尊菩萨看到了。那各位，一万尊哈，比440万，它的比例我算过了，0.227%。那么这些菩萨善根都一样哦，可是因缘不同。因缘怎么不同呢？因为这一万尊菩萨过去生跟莲华尊佛共同在宝藏如来面前修行，共同发菩提愿，共同蒙佛受记成佛。因为有这个因缘，所以今天莲华尊佛成佛了，这一万尊菩萨才有因缘见到，其他439万尊就没有因缘见到。所以各位莲友，你们的莲友越多人成佛越好啊，是不是？那个他成佛的时候呢，你跟他有缘啊，放光啊，哎，你可能就有因缘被摄受到了。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必须具足因缘，必须具足善根。那我们再讲一个，你有因缘没善根，很有名的例子，《法华经》的例子，就是当时舍利佛好不容易三请佛陀世尊讲《法华经》啊，佛陀世尊好不容易才答应，对不对？答应了以后呢，刚要讲，哎，会中的5000位增上慢的比丘竟然站起来顶礼佛陀世尊，就离开了。然后佛陀世尊也没有挽留，一句话也没有讲。他们都走了以后呢，佛陀世尊还跟舍利佛说，这5000位增上慢人走一家矣，走了也好了，因为呢，现在呢，我留下来听我讲《法华经》的，这个当中啊，没有树枝，没有叶片，全都是顶梁柱，全都是大树了。这些众生都能堪受我要讲的法，我呢可以畅所欲言的来说这个圆妙独觉的这个一圣大法。这些5000万增上人，增上慢人，就是说他们已经有因缘在法华会现场。他没有善根，为什么没有善根？增上慢人不是我们想象的这样子没有修行的人，比我们有修行太多了。他们也都有修有证有悟哦，只是修行不到家，证悟可能还没有到达一个程度。但是呢，他们误以为自己大彻大悟，所以佛陀世尊就呵斥他们说：“未得未得，未证未证，就是你还没有到那里，你就说你证到那里了。”那么这样子的善根叫做小根器，你小根器的众生呢，就无法容纳大乘佛法，更何况《法华经》是一乘的大乘佛法，所以自然没有善根可以留在那里，他们就顶礼佛陀以后离开。我们用这个例子来说明，你要在蒙诸佛摄受，在讲经说法的现场具足因缘，具足善根，缺一不可。那现在我们反观来看一下我们自己比增上慢人那差太多了。我们不要讲有修有证，我们就是从头到尾贪嗔痴具足，妄想纷飞。但是今天因为我们称念南无阿弥陀佛，因为这句佛号的光明当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讲经海会全部通通都有，所以因为你念佛，等同于阿弥陀佛牵着你的手走进了诸佛的讲经说法的海会。虽然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因为我们凡夫的有限的感觉感受不到，事实上是如此。当你念佛的时候，这句佛号光明当中所有的功德，所有的一切，就等同于你进入诸佛讲经说法的海会。我们用一个比喻好了，如同这世间最顶级的富豪聚会那种宴会呢，你这种一穷二白响叮当的人，你根本没有资格进去，然后也不可能有邀请函。但是如果今天世界首富牵着你的手进入这个宴会，你可不可以进去？可以，不但可以进去，哎，别人因为首富的面子对你还毕恭毕敬，这个宴会里面所有的美食，所有的福利，你是不是都可以享受得到？你都可以受用，是不是这样？因为不是靠你，是靠着首富牵你的手。我们今天凡夫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靠着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功德给了我们，功德里面有这些无量无边诸佛的功德，我们等同于可以受用得到，所以能够念佛是非常非常有福报，非常稀有难得的一件事情，不要等闲视之，要珍惜这句佛号，这句佛号的光明什么都有，什么功德都有，什么修行都有，所以才会跟大家说一向专念，不要杂行杂修，靠你杂行杂修得不到真实功德，可是这句佛号真实功德，而且它已经都有了。就像偶益大师说的嘛，偶益大师说的这句话很有名，他说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行之思难，皆不出于此。他说以华，就像我们举华严经跟法华经这两部在中国称之为经王，就算华严经这么至高无上的奥秘奥藏，就算法华经密髓就是里面的精要，这句佛号里面全部都有，他讲了一切诸佛的心要，这句佛号里面都有，菩萨万行这里面都有，所以你已经得到最顶级的功德，你何必再去奢求等而下之其他的功德，而且那些功德你还得不到，因为门槛很高，所以我们就是透过你要进入诸佛光明摄取，门槛是这么高，你来比对，今天你只要念佛阿弥陀佛，没有条件，应生极限，马上就住在你的头顶上，马上放光摄受你，你有没有觉得你们捡了一个大便宜呀、啊？是不是天大的便宜，不是天大，宇宙大的便宜，好。所以呢，要从各个角度去思维珍惜，当你业力现前不想念佛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这个宝贝得来不易，你怎么可以把得来不易的宝贝随手给扔掉呢？是不是这样？所以一定要坚定信愿，相续念佛。那我们来讲，这个已经比较过了，我们就来讲阿弥陀佛光明。阿弥陀佛的光明呢，我们分几个角度来讲，一个它光明本身的炽盛，这是经典里面或是祖师的语法语当中说的最多的，我们简单的讲，威神光明最尊第一，诸佛光明所不能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阿弥陀佛光明为什么最尊第一，因为他发超誓愿是这么发的，他说呢，令我作佛八方上下无央数佛中最尊，他有发这个愿。然后他说动视彻听飞行十倍于诸佛，智慧说经行道十倍于诸佛，然后又说顶中光明绝胜诸佛。绝胜是什么？绝对的超胜，绝对不是相对哦。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是绝对的，至高的绝对的光明，因为他发的愿是这样。那这个愿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都是度化众生的功德，他所讲的说经行道智慧这些，他经文讲的十倍，以后大家有概念，经文当中的数字都不是人间的数字概念，它只是一个比方，比如说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也是一个比方，时间的比方，这个十倍也是一个比方，代表的应该是无量无数无边。所以阿弥陀佛过去发这个愿，自然他的功德超胜，他的光明超胜，光明超胜是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光明当中有慈悲，有智慧，有愿力，有神通，有所有度化众生的功德，全部超胜诸佛，所以诸佛不能救的众生阿弥陀佛可以救。我们在这里不是分别，而是事实。为什么诸佛救度众生一样悲心无量，可是会受限于众生的根基，阿弥陀佛度化众生不受限于众生的根基。我们这样比喻你们就听懂了，我们以佛的 功德用大海水的量来比喻好了，我们的根基用各种容器来比喻好了，假设我
小根基嘛，我就一个试饮杯，30cc 的小杯子而已。哎，有的人根基大一点，500cc、1000cc 啊，有的人一桶水，有的人一个大水库。哎，大菩萨可能大海大河不到海。那么你要蒙十方诸佛摄受你，受限你的根基是什么？你30cc 你能容纳的就是30cc 的功德量。你今天你根气很大，你有一个水库，你容纳的就是一个水库的量。诸佛都一样，他慈悲度化众生，但是因应众生的根基，你得不到诸佛全体的功德。你30cc 你想要得到佛全部的功德不可能。可是阿弥陀佛不一样，他就是在累劫的造载永劫的修行里，他就是有办法不受限众生的根基。今天就算我只有30cc 的根基，他整个大海的功德全部的量全部都可以给我。你会觉得这怎么可能啊？因为你是人的脑袋啊，当然想不出来啊，这是不可能。在阿弥陀佛就是修到这样的不可思议，做到了。你今天不管是阿鼻地狱的众生到等觉菩萨最高级别一模一样，任何人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里面佛阿弥陀佛全部果地的功德，大海量的功德，整个当下全部给你。所以老鼠才可以往生啊，我们的阿布才可以往生啊，因为他们心里念佛的时候一样得到阿弥陀佛全体果地的功德啊。如果要以诸佛来度化，他们就没机会，因为根气受限。很多经文当中我们要明了，都不是佛的不慈悲，佛都很慈悲，实在是受限众生的根气。就像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被1004佛所放舍，不是1004佛不慈悲，是惭愧我们根气代差不受教。就像人间嘛，有放牛班嘛，放死我们就是放牛班的，是不是？你放牛班的，为什么老师要把你编到放牛班？我都不，我都给你嘎，我没有办法教你，我没有办法利益你，所以就放牛吃草吧，是这样的意思。那么这1004佛不是不想度我们，那你根气就是这样，那怎么办呢？我救不了你，我也度不了你，那就暂时先这样吧。唯有释迦牟尼佛慈悲为我们跳下来，跳到这个五浊恶世示现成佛，所以要非常的感恩啊，也要非常感恩阿弥陀佛，他想尽办法把他的功德浓缩成6个字，然后不受限众生根基的随时的传输给我们。所以我们要了解阿弥陀佛光明炽盛，就是他救度众生的功德炽盛。他的光明不是只有这种明亮而已，他的相貌也是超胜诸佛。我们都知道一般佛是32相80随行好，对不对啊？各位，阿弥陀佛几个相几个随行好？哎，答不出来了吧。在这个观无量寿经有说，阿弥陀佛呢他有多少相？有84000相，11相有84000随行好，11随行好，84000光明。然后就是后面这两句读一下，世界念佛众生，念得非常好，谨记在心。阿弥陀佛这么殊胜的别相，超越诸佛别相的光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摄取十方所有有缘的念佛众生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些光明不是在放好看的，它是有作用的，里面神秘的电磁波是为了度众生利益众生的。所以一定要记得为什么法会都放这两句，这是经典啊，精髓啊，要记住你念佛就是蒙阿弥陀佛摄取的人。所以阿弥陀佛他的光明超胜，度众生超胜。那在经典里面跟这个善导大师呢有这样说，他说阿弥陀佛为什么叫阿弥陀呢？因为他结合了这个善导大师结合的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他写下这几句话。他说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
为观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故名阿弥陀。他为什么叫阿弥陀佛？他就是无量的光明，要摄取念佛的众生，他才叫做阿弥陀佛。所以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阿弥陀佛所做的一切，所有的辛苦修行，所有的发愿，还有光明炽盛，都是为了我们这些念佛的众生。好，像往生礼赞里光号摄化这一段，有机会你们可以看一看，这一段是我们净土宗的特色，阿弥陀佛度众生的特色，叫做光号摄化，就是用他的光明名号来摄化众生，度化众生，是这样写的哈。弥陀世尊本发深重誓愿，以光明名号摄化十方，但使信心求念，上进一行，下至十生一生等，以佛愿力，亦得往生。这里讲的意思很明白很清楚，就是阿弥陀佛用他的光明，这个名号跟光明是一体的，是融在一起的，你念佛的人也跟光明融在一起，摄化十方有缘的人，你只要相信，你只要念佛，那么你的时间不管念多久都可以往生西方。如果你现在听闻到了，从现在啊念到你往生，可能十年二十年，或者像在座的老参，可能你念佛三十年了，或者有的人他癌末了，在生命最后的几天他才听到了这个法门，甚至有的人已经快临终了才听到这个法门。那么不管你念多久，你即将临终的人可能念十声，可能念一声，那么你癌末的人可能你念三天，可能你念七天，不管念多久，只要你信心求念，一律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已经是最大极限的保证了，最没有门槛的保证了。我们看这些文字要深入去体会这种阿弥陀佛的悲心，因为你体会你才能够从内心里真正的受到感动摄化，你才能够念念不舍的念佛，你才能在业力现前的时候你不动摇，这是很重要的。像那个法然上人，他就是一个大根器的人，他说他看到那个《无量寿经》记载阿弥陀佛五劫思维，他为了摄取诸佛境界的光明，五劫思维，他看到这短短的几句话，咱都没感觉哈，他不是，他痛哭流涕，他说我好像跟至亲骨肉重逢一样，我感动到痛哭流涕，阿弥陀佛竟然这么为我这种烦恼业障的凡夫这么做，这么思维。所以这个就是祖师跟凡夫的差别，你们有痛哭流涕过吗？啊，有听闻到这个教法觉得太难得了，太稀有难得了，非常的珍惜，一定要珍重这个教法，好好念佛。好，那再来呢，我们呢再说一下，一向专念的人跟不是一向专念的人，哎，蒙阿弥陀佛光明摄取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净土宗的经文、祖师的教法都可以看得到，阿弥陀佛的光明是专门摄取一向专念的人，是不是？好，它不是有分别啦，已经很没门槛，是因为众生的善根的关系。阿弥陀佛的光有两种，它呢身上放的光叫做色光，心里面放出来的光叫心光。阿弥陀佛的心是什么心？佛心，对不对？佛心是什么？佛心是大慈悲，大慈悲无缘慈，就是摄取众生，佛心大慈悲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就是阿弥陀佛呢对于还没有专修念佛的人，他一样放光哦。这种光叫做色光，是什么光？调熟善根的光，就像我们人间种植物有没有？哎，譬如说你种一颗木瓜，刚开始是绿色的嘛，青嘛，可是经过阳光的照射以后，慢慢调熟了，它就转红了。这个叫调熟善根。例如说，当年
我们各位，我也一样，我们还在地狱受苦的时候，阿弥陀佛已经放他的色光来调守我们的善根了。我们在三恶道受苦，他不断放光让我们赶快做人啊，等我们做了人，他还赶快放光让我们赶快遇到三宝啊。我们遇到了三宝还没有专修念佛，他还一样赶快放光调守你的善根，让你哎某一天就看到了净土中的某一本书，看到了 YouTube 上某一个影片，哎，你善根成熟，你开始来专修念佛了。这个都是阿弥陀佛放他的色光调守众生。我们每一个人生生世世以来都是蒙阿弥陀佛的色光不断不断的调守，今天你们才会坐在这里，今天我才会念佛，这是阿弥陀佛放光摄取调守我们的善根。不要以为说你看我很发心啊，我今天发心念佛了，拜托哈，这个心是阿弥陀佛调守你的，你是凡夫的心，是佛心调守你的。那么这是一般还没念佛的，包括杂行杂修的，但是当你一向专念了以后，阿弥陀佛又放心光摄取你，心光叫做摄取不舍，有这一句话哈。但有专念阿弥陀佛众生，彼佛心光常照世人，摄护不舍，总不论照摄于杂业行者。这一句很重要，这一看就知道当然要选一项专念啊，不能选杂行杂修啊，差别待遇很大，是不是？蒙心光摄取，什么叫摄取不舍？就是从你专修念佛这一刻开始，阿弥陀佛永远跟随着你，永远护佑着你，没有离开你，一直到你往生极乐世界，他都没有离开你。虽然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凡夫常常觉得孤独，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你没有伴，但是念佛的人要相信阿弥陀佛真的一直在你身旁护佑你陪伴你，你要真的相信你就能蒙受奇异。阿弥陀佛的功德没有差，一样的摄取，但是你的心力有差的话，领取的功德不同。这里再跟大家讲一下，阿弥陀佛的功德没有差，但是你心念相信的程度不同，你领纳到的功德不同，不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有分别，是你的信心不同。当你绝对的相信阿弥陀佛时时刻刻在我身旁，那么你领纳到的就是全部的功德，全部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从今往后我们不要说自己孤独了哈，我们有阿弥陀佛，有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这么多的菩萨时时围绕你，时时在你身旁看望你，你相信你就安心，你就会温暖，你就不会害怕。你不相信那你就会害怕，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我们这里特别要讲色光心光的一个摄取，就是告诉大家一项专念的一个重要。我们现在一项专念呢，我们蒙受到的是色光加心光全部都有。所以以后念佛的时候要想到，当然专心念是不用想了哈，我说当你有打妄想的时候，要想到阿弥陀佛就在我身旁，他一直护佑我，我没有什么好担心害怕的，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好，我们再来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我觉得非常好，上人也说过，只不过我再稍微把它衍生一下，就是磁铁、磁石跟铁的比喻。这个比喻呢，以阿弥陀佛摄受的角度来讲，这个磁石呢代表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阿弥陀佛的愿力，它就像磁石摄铁一样，你是一向专念的众生，它就把你吸住了，吸住了以后，除非你自己要离开，否则他就一直把你吸住了。然后他的力量可以磁化你，让你妄想纷飞凡夫里面组成的分子，我们铁里面叫做电子啊，组成的这个排列组合慢慢的改变，改变到有一天排列组合全部同一个方向，西方，那一天就是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时候。
也就是你被这一块磁石给磁化成另一块磁石了，阿弥陀佛把你凡夫又变成佛了，这是一个比喻。那我们这里要做一个衍生的说明，这个说明就是假设我们用铁钉来比喻，因为铁钉呢它有磁性没有磁力，就像我们凡夫，我们凡夫是不是都有佛性？所有圣道法门经典都这么告诉我们嘛，我们凡夫有佛性，就如铁钉有磁性，但是我们铁钉没有磁力。就像我们凡夫妄想纷飞，妄想纷飞代表我们里面的组成分子是乱七八糟的，一下想这样一下想那样，那么你是乱七八糟的，你没有排列整齐，产生不了力量。就如同一块磁石它没有全部排列整齐的时候，磁力不会形成。所以当我们开始一向专念念佛，我们这一根铁钉受到磁石的吸引的时候，它的力量会传输给我们，我们会变成什么呢？暂时磁铁。这个我有去查证哈，查证科学。磁铁分两种，一种叫暂时磁铁，一种叫永久磁铁。当你这一根铁钉被阿弥陀佛这个磁石吸住的时候，它的磁力给你，你暂时有了磁力。当你没有离开的时候，这个磁力就一直存在哦。但是当这个铁根铁钉脱离了磁石的时候，它的磁力大幅下降。如果一直在不吸回去的话，那么这个磁力会下降到只剩最些微最些微。所以我们从这里来告诉大家，我们是念佛的众生，我们是这根铁钉，我们被阿弥陀佛摄受，我们不能分开。当我们分开了，就如同铁钉分开了，我们得自阿弥陀佛功德力，得自磁石的磁力就会消失，就会没有。所以要相续念佛。另外还讲一个比照磁铁的观念，叫传导磁性。你们一定有看过一种实验，这块磁铁吸一根铁钉，这根铁钉下面还可以吸第二根，甚至吸第三根第四根，有没有看过这种实验啊？有，这个叫传导磁性。什么意思呢？磁力来自于这块磁铁，对不对？磁铁把磁力传输给第一根铁钉，第一根铁钉又把磁力传输给第二根第三根第四根。这个代表我们念佛之后，阿弥陀佛的功德传输给我们，我们这根铁钉有了磁力，有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们在念佛，我们就可以回向，回向给祖先冤亲债主，你心中所想之人，你一样可以把这句佛号的磁力传输给他，这个磁力一样有力量，一样可以让他往生到极乐世界。这叫传导磁性。就是我们念佛的人，今天我们得到阿弥陀佛的功德，我们念佛回向给任何众生的时候，他们一样得到这份功德。所以有小动物往生，我们给他念佛，他回来托梦了，哎，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传导磁性就是阿弥陀佛的磁力给了我们，我们又念佛又给了要回向的人。所以在净土法门里面，阿弥陀佛有这种很不可思议的力量，他可以传导给了我们凡夫，我们凡夫再传下去再传下去。但是你不要离开这块磁石。什么叫离开呢？一向专念的人不是24小时都要吸住，因为这是不可能，凡夫做不到。为什么凡夫做不到？凡夫需要工作需要睡觉，不可能24小时。只要你不是间断的很久，你想到就念，这个就叫吸住。如果说你念了3天，然后5天不念佛，或者从此往后不再念佛，那么这个就是离开了磁铁，你就没有磁力了。剩最后一点点的善根是什么？就是一入耳根永为道种的善根。你念了佛，有没有种下这个善根？有，剩下的只是这样。那这个善根什么时候成熟？哎，不知道。我们讲过一个案例，8万大劫以后才成熟，那个时候你才可能再继续念佛往生西方。所以一向专念相续念佛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不能脱离了磁石。我们自己没有力量，这个法门权杖佛力
也就是凡夫没有力量。凡夫没有力量，你要靠阿弥陀佛的力量，要靠就要靠紧一点，要靠上一点，你就不要中断，中断了你就是凡夫。我告诉你，中断以后你的福利都没有了。什么福利呢？你靠上阿弥陀佛，就像你进去那个首富的宴会，是这个首富的面子给你啊。当你不再念佛了，就是你把阿弥陀佛的手放开了，那这种不要说这种守护的聚会你没有资格，这个十方诸佛菩萨也不会再因为你念佛而 护佑你了，那么这些护法龙天也不会因为你念佛而护佑你，连那种鬼神咒也不会因为你念佛，哦，这个念佛人呢，哦，身上有光明哦，合掌恭敬避开一点，你呢还会被欺负，这种七月鬼位鬼月，一般世俗的人叫鬼月，你就很凄惨。可是如果你是念佛人，你就完全不同的待遇。你今天靠上佛的，身上念佛，身上有阿弥陀佛的光明，光明还可以利益他们，传导慈性，你念佛还能回向出去。所以今天各位在此念佛，你们绝对不用担心，你们所写的牌位，不管是任何一个内容，不管你们的祖先，你们的冤亲债主，你心中所臆想的任何一个对象，乃至于你家死亡的宠物，都一样可以蒙受这句佛号的功德，往生西方，决定无疑，一定可以。所以我们用这个比喻来告诉大家，一定要靠上阿弥陀佛力量，不要离开。还有相续念佛很重要，相续念佛才能够时时的与阿弥陀佛的这个慈力呢，相聚在一起。好，那我们呢接着呢再来讲一下，因为我们一直讲这个念佛放光，我们就讲我们上人的案例就好了。上人在民国73年的时候，他说呢他曾经去过一个中北部的道场，那在那个道场呢有挂单，那上人早上起来他的早课他习惯，他就醒过来就坐在床上念佛，那有多少时间就念多久。那天他也一样念佛完了，用完早斋大概早上7点钟，他就跟他一些其他的法师呢到那个大殿的前面，因为那是一个山上的佛寺，所以大殿的前面呢就可以看到山景啊等等的。那么因为是在晨曦当中7点嘛，所以你看那个阳光刚升起没有很久啊，人的影子呢可以投射在看得到的地方。那么上人的影子上呢就看得出有一圈的圆光，这个圆光的大小呢大概跟我们的肩膀大小差不多，也就是大概60公分2尺直径左右的一个圆光。这个圆光呢是彩色的绚烂的，像七彩彩虹一样，颜色非常的鲜艳，然后呢那种庄严呢美妙殊胜，还胜过就是图画上你所画的佛画那种佛光的光明。那当时呢跟他在一起的很多法师呢就有一点开玩笑说，哦，法师今天来这里放光来这里放光了。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可以证明，念佛的人必然蒙佛光助照，不管你看得到看不到。所以上人他这里就写了一个暗语，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句阿弥陀佛，不论你出家在家，不论你善不论你恶，只要称念，你一定就有这样的一个光景。你念佛的人，你就是会这个相现圆光，你身现佛像，虽然凡夫肉眼不能看见，法尔自然有此道理。我们现在还强调凡夫肉眼不能看见，也希望讲这些案例是增长信心，不是增加你们的妄想。你们会说，我也来希望一下，我以后也到山上，都在早上7点钟的时候，我往那里一站，看一下我是不是有仅限圆光，看不到就开始失望。不要有这样的妄想希求，这是自然的事情。你只管念佛，看得到看不到都是因缘，种种因缘，那些不是求来的，也不适合求。你一求落入执着，那么有某些鬼神看到你很喜欢看放光，那我就现一些光给你看啊，那就会走错路了。所以不能执着，但是要相信。好，那因为我们今天是中原超荐法会，我们知道讲的是超度，既然阿弥陀佛有这种最殊胜的光明，光明当中有
超越诸佛救度众生的力量，所以他当然可以救度阿鼻地狱以上所有的众生，决定没有问题。所以法然上人说了一句话：欲尽孝养，以父母为重之人，应先托父母于阿弥陀佛。在这里再重复一次，应先托父母于阿弥陀佛。你要把父母交托给阿弥陀佛，让父母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才能尽大孝。怎么交托？你念佛就是交托给阿弥陀佛。我们今天不只要把父母交托给阿弥陀佛，我们还要把祖先交托给阿弥陀佛，也要把冤亲债主交托给阿弥陀佛，也要把心中所想的所有一切有缘的众生交托给阿弥陀佛。你知道我们佛门是非常讲求孝道的一个法门。释迦牟尼佛当时有一次因为一个弟子的请问而集众，当时有一个弟子叫毗陵伽婆娑，他这个弟子呢有什么疑问呢？他的父母年纪老迈，而且没有谋生的能力，生活非常的困苦，他很不忍，他很想把他自己身上纳受到的这些物资供养拿去供养给父母，可是他有疑虑，他想这些是十方供养给我的，我能给我父母吗？可是我又挂念他们。他去请教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为了这个因缘极重，跟大家这么讲，佛陀这么说：诸比丘，如果从现在开始，你们左肩担负，左肩呢哈，担着父亲，右肩担着母亲，你的父母亲就在你的肩膀上大小便，你用人间最殊胜的饮食，最殊胜的衣食啊，衣服饮食供养他们，就算你这样做，都不能报答父母养育你的恩德于须臾，须臾是不是一刹那？你这样做都还报答不了你父母的恩德于刹那，所以佛陀规定，从此往后，比丘们必须尽一辈子的孝养父母。这是佛陀对比丘的教示，也等同对我们的教示。所以各位想到你们的父母，你们有尽孝吗？我们不要讲佛陀说的这样，我们光是和颜悦色，或者是光是一般衣食供养，现在都很多人做不到，更不要说做到佛陀世尊这样说的。但是我们今天因为念佛，因为阿弥陀佛的功德力，你念佛回向给你的父母，不管他现在健在还是已经往生，因为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光明佛号的功德力，你可以让你的父母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就尽了大孝，比你给他多少衣食供养你还尽了大孝，因为他永脱生死轮回，他就会快速成佛。所以我们作为念佛人，你要报恩，不管报父母恩、报师长恩、报众生恩，你都要靠念佛，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功德，我们得靠阿弥陀佛，要真正的靠上这句佛号的功德力，运用在你日常生活所有的一切，包括报恩。好，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念佛回向父母，让你的父母往生极乐。所以印光大师有说嘛，他说这个做佛事念佛功德最大，就是因为这句佛号的不可思议，所以做佛事应当以念佛为第一，于皆场面好看而已。我就是看到这句话，我就没有做三十细念了，我也没有放念口了，我也什么都没有做了，就只有念佛。那我们净土宗在上人的带领之下也是如此，所以今天这场法会就是念佛，就是最大的功德，最直接的超度，你放心，决定可以让你祖先超生西方，乃至于他在地狱。我们现在快速讲一下救拔地狱的案例。一个是法然上人说的，他说中国有一位妙云比丘尼，这妙云比丘尼呢，从小父母都往生了，他为了让父母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他三十年念佛，三十年念佛
终于让他的父母脱离地狱之苦，同生极乐世界，这是一个证明。另外有一个大家应该都听过很有名的一个案例，我觉得非常好的案例，这是一位张元寿，他家里是杀生为业，他就继承了这个家业嘛，他也就杀生了嘛。那父母往生以后呢，他可能有所感悟，他就断掉杀业，很有福报，专念阿弥陀佛。他磕了一尊呢3尺高，就是90公分高的阿弥陀佛像，很虔诚的香花礼拜供养，就是为了求他的父母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结果有一天他看到满室的光明啊，这个光明当中呢有那个莲台，莲台上坐了20多个人，在20多个人里面呢有2个人呢就叫他的名字元寿啊，他不认识嘛，他说你们是谁呀？然后这2个人说我们是你的父母啊，我们虽然知道念佛，可是我们再生的时候呢好食酒肉，然后杀生鱼鸟太多了，杀业太重了，所以我们死了以后呢我们堕在教唤地狱啊，可是因为我们知道念佛啊，虽然在教唤地狱在受那些苦行的时候啊，就例如说那个热铁锅啊或是铜柱啊，他形容说热铁熔铜呢，因为我们有念佛的关系，像凉水一样，虽然我一样受刑罚，但是呢没有受到那种苦。他说昨天有一个哈，身高3尺的沙门，很矮啦，3尺高的一个沙门呢来地狱给我们说法，然后呢和我们有共同业缘的20多个人听了这个沙门说法之后呢，我们都离开了地狱，我们就要超生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我特别来告诉你。那他们说完以后呢，当然这个莲花台呢就往西方而去，证明他的父母跟20多人都往生极乐世界。这里有要说明的地方，一个虽然入地狱受刑罚，但是因为念佛让热铁熔铜的这种苦行也跟凉水一样没有太大的苦，一个共同业缘的20多人一起往生。我们常常跟大家说你不用担心，你心里所想阿弥陀佛都知道，你没有祈求，你没有回向，阿弥陀佛也会主动救拔超度他们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是证明共同业缘，有因缘或是有共同造业都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些共同有缘的众生都一起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今天你们念佛，在此念佛，与你们有共同业缘的众生，包括你的冤亲债主，与你有缘的人，都可以仰仗这份功德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不管他是不是在地狱，你们要有绝对的信心。好，好，那个我只剩5分钟，所以我结尾一下。我们现在呢，要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我们这一生能够遇到净土法门，诸位能念佛，今天能坐在这里，是遇到了两尊唯一的佛。这两尊唯一的佛为我们教会，我们才得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哪两尊？一个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是1400佛所放舍。当时在那个发愿的这个在宝藏如来面前发愿的那个海会上，当时的释迦牟尼佛看到1400佛都已经蒙佛受记了，看到没有一个人愿意在五浊恶世末法的时候来这里发愿成佛。当时的弥勒菩萨啊，不好意思，我常常拿他的例子哈、哦、来给他说明一下。当时弥勒菩萨简单的讲，他跟这个宝藏如来说：“我呢愿意在贤劫成佛，但是不是现在，因为呢我们上一尊是迦摄佛，迦摄佛是人寿20000岁，人寿20000岁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出入五浊，就是人心开始变恶，贪嗔痴开始浊恶的时候。”当时弥勒菩萨跟佛说，人寿20000岁都已经这样了，
更不要讲人寿一万岁，人寿一千岁，人寿一百岁，那都没有善根了，而且邪师盛行啊，都印证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他当时经文《悲华经》写得很清楚，这个时候邪师盛行，大家把邪师当作宝，把三宝当作草，真的是如草芥，不是把三宝当作草。他说众生没有善根了，我不要这个时候来成佛，我呢等这个人寿十岁的时候呢，世上都是刀兵劫，没有任何善根，我当时呢会从天上下来教化大家，教大家善法，让大家慢慢增长善根，到人寿八万岁的时候我才要来成佛。八万岁的人寿贪嗔痴很稀少，众生善根很成熟，很好度，所以等弥勒佛要等多少？56亿年，就是他发愿人寿八万岁我才要来。当时的释迦牟尼佛一看，这个我没有跳下来不行啊，没有一尊佛愿意在人寿百岁的时候来成佛，那这些众生陷入黑暗怎么办？他怎么为我们？这一小段你们要听清楚，他在我们人寿一千岁的时候，他为了我们众生一一种善根，他在十劫当中入阿鼻地狱受无量苦，他到畜生道、恶鬼道、贫穷的鬼神道，或是卑贱的人中去投胎，是为了为我们所有的众生一一种善根。他说他不愿意在天上人间受快乐，除非最后一生，他即将成佛的最后一生一定要从兜率天下来，除非那一生，其他十劫他就在阿鼻地狱、畜生、恶鬼、贫穷的鬼神道、卑贱的人中，为了我们所有的众生植株善根，他为了我们做了这么多，只是怜悯我们人寿百岁没有佛愿意来救我们，所以他发愿来成佛，这是唯一一尊愿意这样对我们的佛。那阿弥陀佛也是唯一一尊把众生往生西方跟他的成佛绑在一起的佛。我这样想，阿弥陀佛你赌注下很大啊！你们众生念佛不往生我西方，我不成佛。他为了所有的众生都能成佛，他发愿到这样。所以一般的佛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嘛，对不对？那为什么阿弥陀佛他要五劫思维照宅永劫修行呢？不是三大阿僧祇劫修行呢？因为他要圆满这个誓愿，这个誓愿很难啊，十方众生的业力很深重啊，你怎么样才能够积值得本，足够偿还十方业力众生的业力债啊？你怎么时候赚够钱去还这一些败家子的债务？所以照宅永劫的修行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要想到，今天我们能够听闻到这个法门，能够念佛，是这两尊佛无尽的大悲心为我们发愿，为我们修行积值得本，为我们受苦来的，不是那么容易得来的，我们的人脑袋也想象不出来。我记得净宗法师有个比喻，他用鱼啦，鱼来比喻。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说鱼的记忆只有7秒吗？表示鱼很没有智慧，对不对？他用鱼来比喻，他说鱼啊，你知道吗？例如说我改了哈，你知道阿里山有一棵大神木有多高多高吗？那个鱼呢，根本想象不出来。他说哦，我知道了，就像我水里面最高最漂亮的那一棵水草，他想到的是水草，他哪里想得到是神木？就跟我们众生一样，我们是井底之蛙，都比井底之蛙都还糟。我们想象不出为什么佛可以为我们做到这样，为我们付出到这样，只为了救我们成佛，不让我们堕入。所以各位今天要以最感恩的心来念佛，要以最感恩的心感念佛恩，感念净土宗的祖师大德的恩德，感念善导大师的恩德，感念慧净上人的恩德。没有善导大师这么多的法语留下来，我们怎么得到今天的安心？他是唐朝的人，
可是他竟然可以写我白话文，只有学过白话文，我文言文很不好，你若唐朝的宋朝的诗词很多我也看不懂，但是善导大师竟然慈悲到用这么白话写下了五部九卷，让我们这个时候还受益受到这么大。当然还加上慧净上人他去钻研善导大师的教法，埋首著作，写下这么多更容易明白的书籍，还有这么多大力弘法。如果没有这两尊佛，没有我们净土宗的历代祖师善导大师慧净上人，我们今天怎么可能可以这么安心安稳地念这句佛？这都不是我们的功德，我们只有业力，我们要惭愧忏悔感恩，好好的念佛。所以接下来一支香，下午一支香，就拜托各位了，要以这样的心好好念佛，请你们安心，你们心中所想的对象决定往生西方啊！南无阿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平等施一切，同发菩提心，往生安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礼佛三问讯。众请对面排班，恭送法师出坛，南无阿弥的魂，南无阿弥的魂，南无阿弥的魂，南。香就此圆满，待会我们稍作休息，第二支香将于11点开始，还请各位听到集中鼓时尽快入座。在此也提醒各位，离开座位时请从两旁的走道而不走中间的红地毯，感恩各位。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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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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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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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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